望四海有九州，皇冠的分秋，一从王天官起，雄扬天地。故何事？苏秀英，心中必然数分金吉子。这时，秀英来此，得来请前辈随晚辈前往一地。何处？昏天庵。我有要事，不去前往，他日再行拜访。前辈可是打算前往欲界第六天救人？你如何明辨？随小人前往昏天庵，前辈之疑问便可得到解答。救人如救火，故是前辈不可因小失大，因一人而害众生。昏天庵。天兵轰之凶，攻势不断，严酷兵线欲开启神秘之门。兵线放开招牌的同时，一声金鼓，嘿，金山火如风，传心有鬼鸟不存乎，不见人三出红秋树，一将军潇洒寒食风。团团，请公主前往静心洞。怎样都。祖丹，母亲有所催我。在北环山的附近有一名无依的青年，此人已经相安失明，伊得定乃是江东的乡民，名唤天机。母亲是要害伊去罪，凶是走罪，不必将他夺回。母亲重要此人，不用多问，快快将他带回便是。是，孩子马上进屋。
我听讲，我请因两人随时小走左右。是，多做放心。